来到我们媒体采访中心的就是吴问芳，欢迎问芳。然后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讲座，这一次获得的是我们2018年的流行乐奖的 HIDO 潜力女生。来左边，左边。好，左手边，从最左边开始，最左边，最左手边，然后左前方，左前方这边，好，看一下中间。好，捡垃圾啊。中间完后再看一下右手边这边，谢谢。来中间再看一下，来。好，再看到中间前方。好，左手边再看一下下哦。好，右前方跟左前方都要再看一下下哈。从右前方这边，最右边是不是？好，左前方这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看到吴问芳相当开心，先跟我们媒体朋友们打声招呼啊。好，各位媒体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吴问芳，小宝哥你好。因为看到吴问芳很开心的，就是其实我也发现时间过得挺快的。对。因为当初看到你来到我们流行乐奖的时候，才发了第一张专辑，转眼间已经发两张专辑了。对，这一次是第二张专辑，然后很开心可以拿到这个奖项跟这个肯定。那今天不知道站在这个再一次站上小巨蛋，然后为这个流行乐奖演唱，不知道心情怎么样？还是会紧张。还是会吗？还是会紧张，怎么帮师兄打歌？还是会紧张啊，但是就是因为要上台前有照一下镜子，觉得哎，我今天好像蛮美的，所以就抱着这样的自信上台了。是真的很美，真的真的。下台的时候有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非常漂亮，所以我很期待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重播。看到了很漂亮的吴问芳，然后听到了很棒的创作，也希望呢能够持续的写出非常多的好歌，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呢都能够好好享受你的创作。好，好，也谢谢吴问芳来到今天的流行乐奖，谢谢你，谢谢。